2017经典赛50人名单，王建民、陈伟英入列。中华棒协今天召开经典赛选训会议，确定台湾队50人名单，其中大联盟投手王建民及陈伟英虽然已表达参赛意愿不高，但仍列入名单之内。总教练郭泰源表示，部分球员征召不顺，包括美国小联盟系统的胡志伟、黄伟杰、林凯威，西武队的吴念庭以及统一师的林子威，缺额由统一师罗锦龙、独立联盟的罗国华、富邦悍将蔡明进、林成化、业余内野手岳东华替补。棒协表示，由于大联盟必须先确认各国球员的国籍、所属球队是否放人等问题，所以五十人名单将交由大联盟择期统一公布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